饭写完了，累死贫僧了。嗯，这就喊累，以后的课业可是越来越多哟。人生就是不断变累的过程吗？未来的我是不是越来越辛苦？这个为师也说不好，你何不写封信问问未来的自己呢？哎，这主意不错。未来的一禅，你好啊，我是从前的你，我想问你，人生真的会越来越辛苦吗？师傅都答不上来。嗯，一禅啊，快来看，你的信到了。是小苏姐姐来的吗？哇，师傅，是未来的我回信了。哟，还不快看看。过去的一禅，你好啊。长大了的你，长高了，力气也大了，打水、扫地、抄经书，全都不在话下。但累不累？小时候的你有师父在旁遮风挡雨，可是终有一天，你也要保护身边的人，就是像当年师父护着你走一样。人生确实辛苦，但并不疲惫，我们会随之强大，因为有更多的责任呢。总有一天，坚定和执着会取代天真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依靠，做个微微辛苦又异常幸福的人。别停下，迎着风走下去吧。我会努力，未来的我，你也要加油。孺子可教也。但为什么我长大后的自己跟师父的一模一样呢？Thank you.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